讲话。Hello， 我是胡世祖文，这个是哪个熟食？有哪个？鱼肉。我有哪个？这个是鱼肉和 sesame street 和哪个面？芝麻。哪个芝麻？芝麻。和鸡蛋。和哪个鸡蛋？这个是哪个？那个 boiled egg 啦。鸡蛋喽。鸡蛋。现在我吃。现在我吃啊。好吃吗？你自己做的吗？是。还有这个是哪个？菜。哪个？菜，没有你。菜在哪个美女菜？你放这个。这个有哪个面那个？你吃是很好的。OK， finish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放这个。Chocolate chip。应该是那个 budget 酥，你放一个如果是很是一点点好吃。不是很好吃的了。拜拜。